Hello，Luka。好啦，头先同个大使倾完偈之后，出翻到去走廊，中间有个花园嘅。去到个花园之后咧，就会揾到喺第一集讲过，同你揾完 Rim 嗰个人，就叫你去个城堡度揾佢，再揾多次。咁去同佢玩嗰阵时，基本上咧就系一个好明显一个赌博游戏嚟噶啦。咁你咧就要攞少少钱出嚟嘅，咁啊，我哋喺第一集嗰阵时就唔系攞好多钱啦，咁啊，求其攞少少钱出嚟嘅话都我觉得无妨嘅。好啦，咁游戏开始嗰阵时咧，就佢会同你洗咗牌啦，咁啊就俾翻啲牌你睇嘅。咁基本上个游戏都系同之前冇乜分别啦，只系三个回合。大家出牌睇下边个赢得最多嘅，咁
喺第一個回合嗰度咧，就好彩咁就贏咗佢啦，以呢個大比數贏咗佢嘅。咁我發覺其實當你第一關或者第一局用大比數贏佢之後咧，你喺第二局咧就好大機會都會輸嘅，除非可以忍到佢出大牌嘅啫。咁但係我喺第二局嗰陣時就曾經想保留啲牌嘅，但係都冇辦法，可能真係技術唔夠，咁我都輸咗第二局。咁輸咗第二局之後，第三局就更加難玩啦，係咪？咁所以 OFO 嚟講咧，我呢個賭博嘅遊戲我係輸咗嘅。咁我希望下次就更加好嘅成績啦。哇！如果有朋友出去話俾我聽佢其實個精髓喺邊度嘅話咧，咁我真係感激不盡。我等你哋嘅消息，拜拜。